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佬啊，我而家身处紧喺呢个澳门国际机场，准备前往吉隆坡。喺呢个时候，我要多谢公司上上下下俾咗机会我去呢个旅行。今次系乘搭 AirAsia 嘅航空前往吉隆坡。学我哋原组级主持仙白话斋 ，AirAsia 除机票抵玩之外，其实飞机餐都值得一试噶。个人最推荐呢个陈叔叔鸡肉饭啦，鸡肉嫩滑入味。咦，又真系几嫩滑入味喎！我的前後座有都坐了很多小朋友在這裡，跟住我明跟團當然要上車聽下導遊介紹啦。其中講到馬來西亞有13個州，不過只記得有個叫賓州 ，sorry。跟住就出發去第一個景點粉紅清真寺。如果是穿短褲的話，就要好像他們一樣穿這些袍子了。不過我個人推薦你都是穿長褲，因為團友說長袍都挺臭。我們團的大理山還是小理山？好，我們很開心大理細理走埋一起。你不要笑啊，我們真的一個大理一個細理走埋一起。然後就吃這間龍勝佛跳牆酒家，整餐飯最深刻就是這個類似肉夾馍的菜式，想起都掛住添，正啊！之後就出發去 AirAsia 的總部 Red Hill， 因為今年 AirAsia 已經在澳門飛了15年了，所以就邀請了我們一眾傳媒去參觀。入到去即刻見到很多 AirAsia 的飛機模型啊，不過我發現我好像只是搭過紅白色那種。不說那麼多，即刻上去總部辦公室看看先。上到嚟一樣咧，都係有好多獎喺度啦。佢咧其實呢啲應該貨咧，俾我哋參觀嘅，擺咁多獎喺度。哇！我唔敢相信呢度竟然係一個辦公嘅地方。見到呢個傳說中嘅上滑梯啦，即刻玩下先。緊張啊！嚟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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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多刺激了。上到去看到有几个吉位，难道老细想请我？等我 Asia 我会入嚟做的。而且办公室还有这个用来休息的盒子，啱晒中意瞓觉的我。我应该好像做了磁力共振咁，最尾。瞓醒就同 AirAsia 嘅安全部主管林良田机长倾下偈，我见到大家都问咗好多关于低成本航空喺安全上面嘅问题，跟住林机长就俾咗10万个放心我哋，无论系传统航空公司定系廉航，地方民航机构咧所制定嘅航空安全标准咧系一视同仁嘅，咁所以换句话讲，其实传统航空同埋廉航咧都一样咁安全噶。呢一位就系 AirAsia 港澳地区行政总裁 Celia。我呢 trip 正最关心嘅问题，梗系最近有咩优惠啦？由即日起至到9月15日，曼谷、清迈、布吉、吉隆坡同埋沙巴，单程年税都系326蚊起咋，有安全机票又抵玩。不愧系连续11年被评为最佳低成本航空嘅航空公司喎。Celia 最后都俾我捉住咗，讲咗一句 Asia 嘅 slogan。Now everyone can fly， 快打步啊！记得帮我哋女人攞最大啊 ！I。OK， 我同咗 AirAsia 港澳区嘅行政总裁一齐做咗一件咁嘅事 ，Oh my god！ 嚟得总部，梗系试晒嗰啲飞机餐啦。你睇成台飞机餐几疗愈。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呢个新出嘅汉堡，酸酸甜甜嘅几野味噶。食饱饱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你食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快啲啦，快啲啦！跟住导游就带咗我哋吉隆坡塔啦。哇，其实咧，我唔敢喺呢度行得好快咯。你睇下，跟时间嚟。佢真系极高咯，呢个我第一次系咁高嘅呢个玻璃地。好恐怖，我都走先啦，走先啦。好啦，去完呢个吉隆坡塔之后咧，依家去食肉骨茶。
呢间就系超多游客会嚟嘅新丰肉骨茶。呢个猫山王榴莲白咖啡好似唔错喎，即刻试下先。试多啖先。即几难饮喎。试埋个骨茶先。好一般啊。玩完就计快啲翻屋企陪妈咪过中秋啦，正所谓百行孝为先啊嘛。当我去到登机闸嘅时候 ，Oh my god！ 好彩最后都讲到，哇！真吓到心都嚟一嚟。我想講埋先啊，嗰個叫咩？海關係過超耐咯，我哋等咗幾耐，3.5個鐘啊。有啊。跟住哇，我哋本身係好早到啊，然後咧等到依家差唔多遲到，去個廁所咧就會遲到嘅，好恐怖啊！係有驚冒險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